放心，我一直在你旁边啊。赢不了恒根哥，赢不了。哎呦，这太感动了。哎呦，谢谢，我很感动。什么感动啊？太感动了，突然间感动啊。就是、根哥突然在到底跟你讲的什么东西？你写中文的这个。哦哦，对对对。但是没有，但是你别说。上一次碰到根哥，那个是上一次的事情。碰，所以呢？所以呢？就我很爽快的就跟他约定好了，你明白吗？哼，那咋了？聊、啊、聊怎么样？聊怎么样啊？我在这边，哥在那边，分开的。男人的约定你懂的。那我不是男人吗？先约了一下。哥，好，恭喜肖杰最终加入韩庚战队。我不要再跟韩庚哥抢人了，我太难过了，感觉赢不了他。永远你哥还是你哥，放心，我一直在你旁边啊。